is not f***ing curry, okay?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丽蕊。Woo， 在影片还没开始之前，先把那个 subscribe button 给我按下去 ，Lisa 按下去就是了，开启铃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丽蕊。Woo， 就由标题所见，你们就懂我今天要拍什么 content 了。旧的观众都会懂，其实呢，我是古晋人啊，然后呢是纯的沙拉越人，然后古晋最出名什么呢？就是锅烙面啦，还有辣沙拉。所以呢，我在 KL 呢，我很少能够吃到辣沙，所以我非常非常。渴望嗅到那个辣沙味道，我就这样子在 Shopee 订了一个辣沙料，然后还等了蛮久一下的啊，因为是从古晋寄过来的 ，Original 辣沙料 ，Yes。然后我相信呢，你们都懂，最近 Facebook 很多人都有在 share 这个东西，就是说 Penang 的辣沙好吃过古晋的辣沙，然后给很多人讲。我没有现在想要讲一些东西被骂了哈 ，OK 啊，但是我只是想要跟你讲，我心目中的 top laksa in the whole Malaysia is still Sarawak laksa。然后很多西马人就会讲，我们古晋laksa是咖喱。Oh no， that is not f***ing curry， OK， that is laksa， 它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。所以今天我就要来给你们看laksa到底好不好吃，不是到底好不好吃，是口感好吃，是多好吃，哼。我就是想要来报仇一下，因为之前呢，那个啊小罗他就是有 prank 我吃 ice cream， 然后其实是一整搞的这个玛尼，所以今天我呢就会在他的辣沙那一碗加料，同时我们全部人又讲很好吃的时候，我会去问他古晋辣沙好不好吃，他一定不敢讲不好吃，因为他一讲他一定会得罪到很多古晋人，然后我又讲说这是我的家乡，他一定不敢讲不好吃，所以我们来看他怎样忍。所以我们现在去准备辣沙，我等到很久的辣沙终于。我们现在是煮五人份的啦，然后呢倒入我们适量水，然后我刚才大概算是要三个大杯了，然后呢就是主角了。我录你煮好不好？因为我现在是看不到来，因为好，我要会去做这个 eye test 的东西，所以我现在其实是没有带 content， 所以我没有什么看到，所以今天呢我就来 direct 我的女朋友弄。像，吧、欸，有一点像我们槟城的白咖喱。That is not f***ing curry, OK?真的、啊，这个画面，不要讲韩国啊！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三单来十多块耶！哇！鸡精一粒 ，Oh yeah！ Oh shit！OK， 搅拌 ，Yeah！ 确保是干净的，油炸这个。虾头 ，yes， 就更有虾的味道了。然后等一下的虾呢，就在这边烫熟就可以了。广告时间到，也像你们所知道呢，我之前呢就玩过这个 Dreadmore 几次啊，然后今天呢我也想要向你们介绍这个东西，就是现在 Dreadmore 呢有这个 VIP subscription for free， Dreadmore VIP， 那么只限10天，就是7号到17号的5月哦。它有好几种的这个 subscription 的 plan， 有1月啦、3月的啦、6月的啦。那么它的好处是什么呢？ Free box 啦、 Weekly promo cost 啦、 Priority delivery 啦、啊、还有很多很多好处啦啊，只
是在这十天吧，七号到十七号，还有多一个好康呢，在这个五月呢，就是 Biggest May Community Giveaway， yes， 那么就是代表呢，你每花一块钱呢，就代表一个分。那么呢，如果你是 deposit 五块以上哦，你的分数呢是十倍，就比如说一百块，你就拿到一千分啦。那么呢，这个活动呢，就是从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十一号啦，啊，在这段时间玩，然后呢，记得要适可而止啊，啊，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 depends on luck。那么前三十名的呢，都会有礼物，但是分数越高的你们呢，拿的礼物呢越大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玩。这是我以前的户口有的钱呢，然后现在就来玩玩一下。我觉得这段时间呢，我比较会想要的就是还是 iPhone， 再来继续转 iPhone， 笨闹。好过没有啦，因为我觉得哈哈 iPhone SE 咧，哇，最新的那个价值马币差不多1999那个，嗯，目前为止我也还蛮甘愿一下，就是哎拿到这个 iPhone SE。我们还是来看看其他的东西啦，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电脑的东西。哦，在这边呢，我建议呢，你们呢就是放安全的这个数目进去玩就好了，所以你不会放太多，然后因为你按到很爽，你按按着去，然后你不懂，其实已经浪费了很多钱这样子啦啊，因为这东西真是 depends 啦。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啦啊，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啦 ，Beauty Box 啊这些，还有好多 PlayStation Box 也有啊 ，Nintendo Box 也有来 ，Alright， 干念了啦，就这样子啦啊，所以记得如果你们要玩的话呢，记得去我的 description box 这边啊，有这个链接点下去玩就可以了。Go, go, go! 。OK, 现在呢，我们就先来让他们品尝沙老叶的这个拉萨，而且是我觉得是还蛮完整的、啊、没有没有完整，只是少了一个东西，就是那个香菜啊，但是因为不多人都喜欢吃香菜，所以啊他们已经进不了啊，我们轮流的 OK， 哇真耶、yeah, 你有给他们看吗，你看是不是很香耶，你们有吃过沙拉瓦拉沙吗？没有。哇，他有他有，我没有吃过，我没吃过。我可以问一个东西吗？啊，什么？中国这样是虾片的，虾片的，虾片的。你们没有 ？No， it's different。No， 西马人都会讲说，拉沙是咖喱版的。No， this is not curry。哇哦！哦耶！很久没有哦， oh! 就是成功的意思啊。成功，成功。嗯，不是好吗？我口水要流出来哦。哇，真的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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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等一下 ，OK， 先到这边，我们先轮到槟榔人，哎，槟榔人，槟榔人吃先。我想这个比槟榔那啥好吃很多，来，来，你最好解释好，来哦。你很重要哦，因为最近槟城拉沙跟沙拉瓦拉沙一直在打架、哦。没有啦。你不要怪人，这是咖喱，我看过去。是咖喱吗？我问你。哎、好吃吗？先。是好吃。蛮是好吃的，怎样解释这个味道呢？因为它不是咖喱吗？它很浓稠，味道很浓。我觉得好吃，哎，好吃。OK， 来，现在就啊，轮到你先来啊 ，KL 人，啊，终于要有模有样，是不是咖喱？我问你，不是咖喱，真的不是咖喱，真的是拉萨的味道，真的是拉萨的味道。对，现在你配那个面单一起吃，嗯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，这次真的好吃，配那个东西。你喝单单喝汤跟配面的有不一样 ，yes， 有层次感，真的，然后再配，我已经流口水了，我再配那个虾，已经朋友跑出来了。OK， 现在来讲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吉兰丹人，啊、吉兰丹来，快点 try。你先喝汤，啊、来吃，这是我们家乡的、啊。很好吃的啊、真的不是真的真的不是那个，我还 expect 它好像是那种
咖喱味虾面这样的，因为我在格兰丹哦，这样子算是虾面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哇，很爽耶，在吃那个面，你在吃那个面，很清爽，不一样的感觉，不一样的味道了。这样你怎样去解释它的味道呢？如果你觉得它不是咖喱的话？它很清爽哦，就是有那种讲讲我不懂讲讲哎，我第一次吃这个味道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就来正式的吃吧，耶、yeah, man！ 可是它的汤真的是这样少了、啊，就是给这样少了、啊。好吃嘞！你要不要试喝它的？你要。来耶！什么又是 prank 啊？不要玩的，好好吃一餐不可以喂喂。那你再看你的，我的有痛。所以你们看，他刚刚只是因为听到我这个是我家乡的食物，所以他不敢讲不好吃。没有，他现在承认了，他讲这个是有口干的味道。可是很清爽，就是我觉得很清爽，我也觉得这么你们没有吃到是清爽的味道，是他的吗？只有我。真的好吃没？变好吃没？真的好吃，它是清香的味道，真的好喝，好吃的。你说，哎，难道？难道秘方就是牙膏？黑暗料理，是不是那个不一样味道？是不是一个水果味？不是，它是很清香的。现在我跟你讲，可是我以为是薄荷啦，我以为因为有一些拉沙它是有加薄荷的，我就以为是那种。拉萨，所以你是假的。OK， 所以算是，所以今天的这个二整失败了，因为反而弄出来更好吃。其实我加了三 T 色水跟，还有倒了很多很多的一个黑色的酱啊，记得你可以看下去。可是一样、欸，反正我觉得这个有水果味比较香哦。OK， 好啦，我们就这样子继续切下去啦。所以今天如果给你们打分，五斤的这个拉萨。over 十，你们给几分？好好讲啊。9分半给你，要给你嘞。我跟你讲，2分。如果你喝了他的，你觉得好喝吗？好喝，真的好喝。它的比较浓、比较纯的味道，而我的有mint的味道。弄出mint的味道，然后来比那个人。3分。OK， 来，我再问你一个很尊重问题啊，你的跟比那个拉沙，你还是会选哪一个？两个是不同的东西。如果两个是同一个东西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都讲了，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文化，所以两个东西都是不一样的，各有各的好吃。我是还是要你选一个嘞？我会喜欢槟城拉萨。对，我觉得还要讲过，两个各个国家的要给人家顺。喂，各个国家，槟城跟古晋也是国家，各个州，各个州。你要跑啊 ！By Malaysia， 不要翻进去了。OK， 所以影片就到这里为止了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啦，拜。